This is my house. Welcome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。现在呢是我在巴厘岛的，应该是第一部影片。然后昨天呢，我们是在海边住了一间叫 A Love 的旅馆，就饭店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转战到他们这叫内陆一点点的一间叫做 B Villa 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它这里面啊，全部都是 Villa， 就是呢，我们这一团的人可以全部自己住一栋这样子。我们看照片也发现，它的照片里面的设施还有环境真的非常的高级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在它那个路口，然后进去，它这边看过去真的超级无敌漂亮。然后后面它有帮我们拿行李，我后面这一条长长的路真的超级漂亮。Oh, this one， yeah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。我们要进去哦，走走走，好美的，太夸张。好，大家呢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住的 B V 啦，整间都是我们的，一看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什么。 厉害的泳池，然后呢，这个泳池的话呢，就是随着跟进去，就是我专属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再进来这边有一些躺椅的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晒太阳。我这次来巴厘岛都还没有晒到太阳。你要裸晒？我要裸晒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他们这边有几间房间？三间。三间。好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一个很像合适的东西。它这里这边有一间。 而且它冷气已经帮我们开好了，对，你可以看我们的。超赞！然后呢，这边是还有，竟然看到这里哦，一间厕所。然后它这边有附这个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？保险柜。保险柜。然后还有毛巾，然后还有这个浴袍。然后呢，它连杀虫器都给我，刚刚看到。有人在里面吗？没有，你可以去。有啦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说怎么会有声音？我吓疯了。它也是。对。Oh my god！ 这里有一个三星的冰箱，冰箱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是空的。哎，他还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多，还有水果盘。Is for us？Charles，Charles，of course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是我们的炉子，然后早上会有人来这边帮我们煮早餐。 I love Bali， 然后现在是 holiday， 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昨天住那个 A Love 饭店，就是它就一般的饭店，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间房间，然后这间房间的话，它其实它的格局其实都差不多长这样，但是这个是蚊帐，对，是蚊帐，因为那个巴黎很多，这边很多小蚊子，然后它这边其实都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哎，这个如果不说的话，我会觉得它跟刚刚那一间是同一间，但是其实我。 我跟你说，其实是不同间的，这是第二间浴室，它每一个都是套房，其实都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应该是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去看最后一间，这里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尊爵？哇<笑> ，This is my house, welcome 。它是上面都有标，这是第三间，其实真的都一模一样。它就是三间都是长这样子的套房。 对，然后再过去有东西吗？不知道哎。这边它有一些造景啦，其实还蛮美的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它这边其实可以睡到六个人。对，对吧？我们只有四个人。好棒啊！然后啊，它这边啊也是有 WiFi 提供的，这里。What the fuck？ 请问一下你们两位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是要占地为王的意思吗？ 你啊，你们想要睡一间吗？可以啊，我没差啊。没有，你去看一下。我没差。你去体验一下那个冷气够不够冷。这边好凉哦。对啊。可以啊，我没差。没有，我们先。等下人家说我们欺负赖瑞啊。对啊，你要把我放 YouTube 上面。这个女的，她大家记住她这张脸，她只会给人家看她的屁股。
哎、欸，你那件裤子有点透明哎，我几乎已经快要看到你全裸的样子，好可怕。那网友会付钱吗？嗨，周围的网友，我回来了。我们这一趟旅行呢，就是跟 Klaus 一起来，然后还有另外两位同行的友人，一个很吵的女的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位 Steve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呢？就 party 啊 ，party party and party and party。我晚上去那什么啦什么。La Vela 对，一家还不错的餐厅，好，走路好像五分钟，对、嗯、好，太好了，我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行程。我说好你就叫哦，等一下啊、哦欸、他们现在是要测试说 Klaus 在那间房间叫，然后这间房间我住的听不听得到。啊，你可以叫了，超大，那你这样子不能约炮、欸、不是，那你叫看看，你叫看看我听你要叫什么叫啊，我就跟他一样好，可以叫了。叫声好难听哦。他妈的，我刚刚是学你的。他这里有 room service 可以叫，有什么、啊、？Pizza， 然后 spaghetti， 然后甜点，还有一些汤。Uh-huh. 前菜，然后 light meal 就是汉堡、三明治。Say hi， hi， 好，我们刚刚叫了这个披萨，还有这个是花枝圈，我来吃看看花枝圈好不好吃。好了，你现在就一秒变直播是不是？直播。哦，还蛮酥脆的，它没有受潮的感觉。但是我跟各位说，这部影片呢，应该就停止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跳去游泳池里。对，可能我会再补一些游泳池的画面给各位，但是呢 ，not today。OK， 搞不好你们这部影片就会看到，但是我这部影片就会结束在这边了。因为醉了。因为晚上是一定是会喝醉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巴厘岛第二个晚上。其实第一个晚上我没拍啦，就是第二个晚上我们换到这个 B Villa。的这个地方的一些他的房间的样子，如果大家想要来巴厘岛玩的话，这间也可以参考看看，好不好？真的很赞，三个晚上26,000台币，然后现在是一月底，算是半旺季吧。然后呢，两万六哦，那这样子一个晚上多少？8000多，一个晚上8000多。然后我们四个人一个晚上是2000，但是这边可以睡到六个人，所以呢，如果除下来的话，其实一个人才1000多块钱，超级无敌便宜。我觉得很 OK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这边分享，不要忘记开讲。然后那边通知，下次影片见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餐啊！我为什么要点 scrambled egg？ 昨天听到的时候也有点傻。这是我的早餐，它是那个炒蛋。然后 Tina 的早餐是那个炒面，然后这个大家是炒饭，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哎，他是来这边帮你直接做早餐 ，Oh my god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